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将于3月26日至2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记者3月2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看到，相关单位正在进行最后的会场布置和检查。力争以最佳状态服务保障年会顺利举行。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各项准备保障工作已经就绪。此次年会主题为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将在四天时间里进行分论坛、开幕式、圆桌会议等50场左右的正式讨论。据了解，5G 应用将首次亮相年会，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嘉宾和媒体记者们带来高速网络的全新体验。